你家在哪里？怎么办呢？下载个伴奏，我伴的话清唱是，快到了，快到了，快了，快了，快了。80还是90来着？提前要准备好才对。哎，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啊。好，87了，马上。所以我最擅长的肯定还是我们河南戏，是吧？哈，另外我们群里头唱，凡唱上海粤剧的，唱京剧的都很多。所以说我呢就给大家的 OK 开始了啊。河南豫剧戏歌，你家在哪里？恁家在那里？前头能弄不闹，这光前面的伴奏这么些呀、啊。这个版本这是什么呀？这不好意思，实在不好意思，实在不好意思，这是个什么版本呢？我天哪，这不没看到这个在哪儿呢？哎，不好意思，这没事，吕老师别急，要不我们的傅立先来。好啊好啊，让先来。好吗，傅立？怎么样？我看看这个啊。好好。那我来给晒一下，我来给傅立晒一下屏幕。来，傅立晒一下，准备。大家好，我是京剧魁伟课的学员。好嘞，没事，傅立来吧，没事。好好好，谢谢石老师、把那个歌词放到了屏幕上了。对，我是京剧魁伟课的学员傅立，今天我给大家唱这段晚春秀，谢谢。
大家分享。谢谢傅令，谢谢。谢谢林老师。我们京剧魁北克的老学员了，并且在京剧魁北克的许多活动中呢，都担任志愿者。哎，他刚才为大家演唱的是京剧梅派的一段名剧《太真外传》中的一段唱，唱得非常好。也谢谢我们的指导老师，史冬梅老师，谢谢，非常感谢。好吧，那我，下面看谁准备啊？我刚才把这个伴奏应该是找到。我现在为大家，我们插换着唱哈，我来为大家唱一段我们河南豫剧的戏歌《你家在哪里》。吃过百家饭，走过千村路，学过百灵教，听过黄河哭，敢说敢笑敢愤怒，困难面前不把泪来流，困难面前不把泪来流。哦哦哦哦哦哦哦，爱要爱得深，恨要恨得够，人是亲爹娘，相亲是好朋友，谁的是谁的非，天在上头，天在上头。在哪里？我家黄河边，中原苦难的红旗变青天，雷声天作鼓，风动树那线，为了父老一辈子不生气，我唱到心落月儿圆，我唱到心落月儿圆。西天太大，无私天地宽，只要能相听，我唱到一百年。谁说女子不如儿男？谁说女子不如儿男？
来来来，哪位？接下来哪位在我们演唱？给我们来一段上海粤剧吧。下面哪边？好像今天渥太华孟伟剧社的几位朋友来参加我们的活动了，是不是？我们能接下来有请我们孟伟剧社的哪位朋友为我们演唱一段上海粤剧好吗？我们请放羊吧。好啊，欢迎欢迎欢迎。好的，等一下啊。新房之中冷清清，好，欢迎欢迎。毕义簪也是一个上海粤剧的名剧。Hello， 大家好，我是放羊，来自于渥太华的孟伟粤剧社。今天我带给大家是《碧玉簪》选段，希望大家喜欢。欢迎，放一下音乐。听的，唱得好，唱得好，好。那么接下来哪位？接下来哪位再为咱们演唱一段《自告奋勇》？我们这是以戏会友，哎，怎么样，哪位？
好，现在我们今天京剧魁北克还来了另外一位学员是吗？白银是吧？是的。白银准备好了吗？好，我可以来。那好的，那我们就请白银再为我们献上一段。白银今天准备为我们大家唱段什么呢？我今天准备唱穆桂英挂帅的那一段二六，非是我邻国难，袖手不问。啊，还是梅派的一个名句。好的，梅派名句《穆桂英挂帅》中穆桂英的一段唱。好，白银也是我们京剧魁北克的一位非常好的学员，他的指导老师也是史冬梅老师。好，有请白银为我们大家演唱。好，谢谢。
好嘞，好嘞，好嘞，谢谢，谢谢。有点紧张啊，白银有点紧张，不要紧张。我觉得以后呢，还是要经常多参加咱们这些活动，经常上台演唱，经常这样来演唱，你就会更加放松一些，是吧？哈，挺好听。也非常感谢咱们京剧魁北克，特别热心于咱们这个活动，包括孟伟剧社，包括各位热心的票友朋友们哈，非常喜欢咱们这个戏曲沙龙，来参加咱们这个节目，给咱们这个沙龙也增加了非常好的一些丰富的内容，是吧哈？增添了色彩，非常感谢大家。好嘞，接下来呢，我觉得我们特别荣幸，我们今天呢，有我们孟伟剧社的掌舵人啊，孟伟剧社的掌舵人孟伟，不是男士，是女士啊，孟伟，还有我们京剧魁北克的史冬梅老师，他们两个呢，非常有幸能够听到他们两个这种组织的掌舵人来为我们合作演唱一段上海粤剧。这个史冬梅老师啊，不仅他的教京剧啊，他唱京剧，他还唱上海粤剧，还唱昆曲，都唱得非常好，好不好？冬梅老师，接下来我们都洗耳恭听，听您和孟伟你们这一对儿能给我们表演一段，演唱一段上海粤剧好吗？好的，谢谢大家。因为孟伟现在在北京，所以我们两个人对唱呢没有办法现场唱，所以我们就分头提前录了音，以后把它合成到一起了。我现在呢放给大家听一下，我们两个人合作的是《宋红传奇》里面的一段夫妻对唱，叫《明心》。好的，等于说是冬梅老师演唱旦角，孟伟老师演唱小生，是吧？对。好的，我们洗耳恭听。
须独自行，连年作乱共苦兵，独扫孤子丧心，母与父身同宿怨，共操天下父心，关胆的兄来自豪越，自恨的我儿不自禁，关胆的兄来自敬灵，交接子宁两静静，关灯啊心灵手心对照，丝丝连搭太棒了，专家就是专家，大师就是大师，是吧？非常荣幸今天聆听了我们京剧魁北克和孟伟剧社两位掌舵人、掌门人的这个联袂啊，联袂演唱。哎呀，真的非常，哎呀，真的是妙音绕梁啊，真的是好听好听。哎呀，真的好听，珠联璧合，没错，是绕梁啊，真的是。接下来哪位？哪位在为我们演唱？自告奋勇。不能控场，这样吧，我来为大家演唱一段京剧吧。虽然说不唱京剧，还是唱一段吧。因为我刚才听了，包括我们最近这几次的，就是唱梅派的多，是吧？哈，咱们京剧呢，这个旦角过去说四大流派啊，梅、上、程、荀，然后加上一个张派，是吧？他现在等于说是五派吧。但是所以我们经常听到的都是梅派，所以说我们把别的流派都给忽记了。好，我来为大家演唱一段荀派。荀派呢是嗲嗲的啊，但是今天我给大家唱一段也不嗲的啊，唱一段现代戏样板戏，好吧？光辉照儿涌向前，大家应该是都比较熟悉的，是吧？哈，为大家演唱这一段《光辉照儿涌向前》。哎呀，让我找找看啊，伴奏刚才找了一下。好，《光辉照儿涌向前》啊，现代戏李铁梅，大家都熟悉的《红灯记》中李铁梅的一段唱啊。找一下，为什么？
非常感谢，非常感谢。来，接下来，我们不能让它平着，是不是？不能让它空着，必须要有人一直唱着，是不是？我们戏曲沙龙嘛，来这里呢，都是喜欢听的，喜欢唱的，所以说，唱的不好，你多唱就好了，是吧？越不唱越害怕，越不唱越紧张，所以说我们要多唱。来这里只要演唱，没有人大家笑话谁取笑谁，我们大家都是有共同爱好的，尤其是在国外，说句实话是吧哈，有共同爱好的人本来就不像国内那么多，所以在这里我们就是一定要展示自己，找寻觅到朋友，好不好？宝芬来了吗？没有看到宝芬。于老师，哎，要不我唱一段吧？好呀，好呀，欢迎。我是多伦多的。好呀，欢迎啊，欢迎、那个、欢迎。对呀、啊，上次我因为你们这个沙龙好像每周都有是吧？对，每周六的晚上9点，欢迎您每次来参加咱们的活动，有时间就多来。因为我那个有时候有事儿，周六有事儿，今天晚上、有时间，所以我今天是我第二次来。好，欢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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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我们演唱一段什么呢？准备今天？我想问问，我先想问个问题，就是你们这个伴奏是不是拿另外的一个音箱放的？对对对，我是这么操作的，因为我比较笨，我是这么操作，我是一个 iPad 用它上我们的 Zoom， 然后用一个小手机，在全民 K 歌上找到伴奏，用它放到一边来这样的放着伴奏，我是这样来操作的。哦，效果还可以。还行是吧哈，效果还他们讲说如果是能把手机插到音响上说效果会更好，我还没操作，还没这样试，以后可以这样试一下。哎、行，我今天没有，我今天没有那个什么，我没有准备伴奏，那我们清唱没关系，不知道你们是怎么操作的。 OK， 没关系了，清唱了没事啊。我那个本来我也想唱一段红灯记，因为这个不是这个这个浩亮老师去世了嘛？哦，啊，就是说可以纪念一下他。
既然您唱了，我就不唱了，我唱没关系。您早说，您唱。没事，我那个我比较喜欢这个玉堂春里面的刚开始的那一段哈。然后好啊好啊。其实我是学梅派的，但是我这一段呢，我也不知道我学的是梅派还是张派，我糊里糊涂的。没事没事了，我们反正说句实话，真正懂行的也不多，我也不懂。您唱成什么我也不懂，我也不懂什么派。没关系了，我就瞎唱了啊，也没有关系，我就瞎唱了啊。好的，谢谢谢谢，欢迎。好像他前头有个叫板哈、啊，这我瞎叫吧，反正咱们这本来也是玩的嘛啊。没错，是的。谢谢大家，很好很好，真的很好。好嘞，那么我们接下来哪位在为我们演唱？哦，小曹到了，刚到、我就看到你到了。好啊，哪一位？今天都谁来啦？有时候这个名字上头不一定不认识谁是谁，主要是，要是知道。富丽唱了吗？啊？富丽唱了吗？富丽、白银都唱了。唱了。要知道是谁吧，我们。吕老师，那我唱一个吧。来吧，好啊，哪一位？我是张维民。哎，维民，你这上头写的不是你的本名是吗？是啥本名？你是本名，他用的是拼音。是。我说嘛，不是中文，没找中文，没看对中文。咱们蒙特利尔的啊，唱歌唱的也很好的。然后现在京剧又发现，原来不知道魏民会唱京剧，京剧老生唱的也特别好。为我们大家演唱一段，今天唱段什么呢？魏民准备？那今天唱一段传统京剧《甘露寺》里边的《劝天岁》。名段也是名段啊，甘露寺，乔国老的一段唱。本来应该是，好，本来应该上周唱，结果上周手机坏了，我、新换的手机。说上次找您呢没找着，来，欢迎今天演唱。Thank you.
愿千岁杀子休吃口，老臣也知舍从头，刘备本那是那中山靖王的后，金帝选的孙一莫留，他有个二弟汉寿亭的后，青龙偃月神鬼寨中，把马拨前斩颜良，眼睛出温州，在古城承担我老太阳的头，他山里的威风流，仗打射庙关去咽喉，鞭打毒油他气冲牛斗，不老关前斩温侯，当阳桥前一声吼，喝断了桥梁水倒流，他死的子龙唐三江，盖世英雄冠九州，唐半坡九耳洞，杀的曹兵个个愁，这一般武将哪国有，还有诸葛用几间谋，你杀刘备白妖精，他的兄们只是怎肯罢休，若是行兵来争斗，曹操说罢与你收，我扭转回身走太后，将计就罢计。乱臣，谢谢大家。魏明的声音真是好，好，真的好，真的好，好吧。老曹，你到了，现在把这个主持人的权限交给你啦。再唱一段吧。怎么样，魏明？大家都希望你能再来为大家演唱一段。好，张魏明继续。要不空档我来一个。啊，行，小曹先来吧。啊，小曹先来，小曹交给你了啊。啊。